亲爱的老邻居，爷爷，我帮你。谢谢你啊，小妹妹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爷爷又是一个人哎。爷爷，你没有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扶你回家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不好意思，家里很脏，我年纪大了，打扫起来比较不方便。爷爷，你都只吃罐头和馒头吗？是啊，反正我只有一个人，随便吃就可以了。原来爷爷真的一个人住啊。爸比妈咪，巷口的陈爷爷真的一个人住哎。今天爷爷不小心脚拐到了，我扶他回家，发现爷爷的屋子很脏乱，好像很久没整理了，而且三餐都只吃罐头和馒头。哦，一个人住啊？陈爷爷看起来年纪很大了呢。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去探望陈爷爷。嗯，我也准备一个营养饭盒带过去。太好了，陈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预计本周末将有台风袭击，民众应该做好防台准备。哦，陈爷爷，陈爷爷，哦，妮妮呀，陈爷爷，周末有台风，我爸比说要来帮爷爷检查排水系统跟门窗，我妈咪说顺便帮爷爷把屋子打扫一下。哎，真是太感激你们了，我年纪大了，有一个人住真的很不方便。没什么，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爷爷中午还没吃吧？我带了便当来给您。哦，吃吃看合不合您的口味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看我的。陈爷爷都检查好了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台风要来了，请尽量不要出门，注意安全哦。嗯，好，好，我知道。谢谢你们来看我，不但帮我把房子打扫得这么干净，还准备了这么好吃的午餐呢。陈爷爷，那我们先走喽。嗯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不要客气，打电话给我们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啊。再见。陈爷爷一个人，不知道会不会害怕。哎，漏水了，真糟糕啊。哎，不行，不能一直麻烦人家。
妮妮，是你呀、啊，陈爷爷，还是到我们家去躲台风吧，人多有个照应嘛。好，好。真是多亏了你们，不然我一个老头子，平常生活起居已经很不方便了，又遇上了台风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是啊，快别这么说了。陈爷爷，你不用客气嘛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周遭有一些年迈的老爷爷、老奶奶，他们或许因为子女不在身边，或是其他原因，而必须选择独居。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付出关怀，提供需要的协助，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健康、快乐的安心生活，无形中我们也多了新爷爷、新奶奶的疼爱哦。